遇见心仪对象的反应却被误解，差点急送医。其实暗恋很容易被识破，就是看到对方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心跳脸红，然后很紧张，手冒冷汗。虽然我现在年纪比较大，但是偶尔也有过那个心仪的对象。有啊，同一面走过来你还是会有感觉。老师，你帮他弄衣服的时候手都在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不，所以还是。老师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血压会高。一条一条皮薄菜，那不是血压高。